哈。电脑越嚟越聪明，仲有咩你唔识？唔使识都可以用 AI 写程式，唔再需要买学位都可以得职，唔识用 AI 就真系渣到乞食。我而家每日办公室努力办公，老细话佢识得用 AI 生产力更高，仲要任劳任怨，唔会写帮发牢骚，迟早有朝一日 AI 做埋我份工。AI 智力超越常人，唔使奋斗通力过人，上知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各种学问，有朝一日进化到有感情会有灵魂。AI 做埋我老细都太唔容易 ，AI 嘅嘢都可以深度学习，识得解决问题，揾最平靓正嘅方法，迟早做埋事业，固定公司方向决策。有日全民失业，政府会有咩办法？电动发明机器可以深度学习，系会做福马物定系 Terminator？ 会令人类进步还是毁于一旦？如果被践踏糟蹋，其实都冇办法。我而家每日办公室努力办公，老细话佢识得用 AI 生产力更高。仲要任劳任怨，唔会写波唔发牢骚，迟早有朝一日 AI 做埋我份工。AI 智力超越常人，细奋斗听力过人，上知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各种学问，有朝一日进化到有感情会有灵魂。AI 做埋我老细淘汰唔用 AI 嘅人，电脑发明机器可以深度学习，系会做福马文定系 Terminator？ 会令人类进步还是毁于一旦？如果被践踏糟蹋，其实都冇办法。我深层睡眠，机器在深度学习，一年十日大单，我要充电后翻下。机器重住电学习，再进化，再强化，放软加翻粒，机器又超越了专家。我而家每日办公室努力办公，老细话佢识得用 AI 生产力更高，仲要任劳任怨，唔会写帮发牢骚，迟早有朝一日 AI 做埋我份工。AI 智力超越常人，唔使奋斗通力过人，上知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各种学问，有朝一日进化到有感情会有灵魂。AI 做埋我老细都太唔容易 ，AI 嘅嘢都可以深度学习，识得解决问题，揾最平靓正嘅方法，迟早做埋事业，固定公司方向决策。有日全民失业，政府会有咩办法？电动发明机器可以深度学习，系会做福马物定系 Terminator？ 会令人类进步还是毁于一旦？如果被践踏糟蹋，其实都冇办法。喂 ，ChatGPT 啊，你觉得？AI 会不会统治地球啊？这个问题，你觉得 AI 真的会统治地球吗？现在我问你会不会？我认为 AI 不太可能统治地球，因为它是人类创造的工具。OK， 唔该晒，系咁先啦。OK， 好啦，随时欢迎再倾偈，再见。